中国谚语也所谓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。所以风水从哪来的？风水从一个人心地善恶变现出来的。善心人住在这个地方，这样风水不好，慢慢就变好了，境随心转。这个地方风水不好，有福的人去在这里，今天变好了。风水挺好，没有福的人去在这里，造业的人啊，几年风水变坏了。境随心转，不要去找人看风水，花那个钱很冤枉。纵然是最好的风水，你保不住，你的心不善保不住，风水会变坏。所以你要想住好风水，你就做好人，你就存好心啊！我们提倡四好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你住的那个地方一定是风水宝地。